呀，湿度才14，也太干燥了。把加湿器开开，今天我要看看把狗子对着加湿器会有什么反应。火龙果，你先来。哎呦呦，这个小爪子开始动了。哎，你在这抠什么呢？哎呀，这雾气好足呀，你是在腾云驾雾吗？火龙果眼睛都快闭上了，你是不是做了一个 SPA？ 好舒服呀。小果皮儿，你也要来吗？好，来吧。哎呦呦，这小脚丫子扑腾得好快呀，你这是在狗刨吗？你这是在隔空游泳，宅在家出不去，这样运动运动也不错，是吧？保持你的狗身材。果粒儿也急了，好好好，到你了。咦，你怎么完全不动？被点穴了吗？哎呦，才动了两三下就不动啊，你这个肥宅，怪不到你越来越胖呢。喜欢就关注我吧，记得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素质三连哦，爱你们。